平时在我们在等公交或坐地铁的时候，经常为找不到一个座位而发愁犯难。所以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一个小板凳，它的外表啊很难看出是一个小板凳来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。首先把松紧帕放进去，然后再穿进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它穿好的样子，也不会影响我们正常走路。当你累了想坐下的时候，直接蹲下就可以。它会卸掉人体大部分的力量，而且坐多久都不会觉得累啊，这样你就可以走在哪里坐在哪里。当你想哪个地方坐的时候，甚至都不用起身。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，非常方便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点个红心，谢谢。